所以我真是常常感叹，主，很多人学佛了，学的是糊涂佛啊，问他是佛是什么不晓得啊，是糊里糊涂学佛啊，哎，糊里糊涂学佛绝对不会糊里糊涂成佛，没那回事情啊，这个要知道的啊。那么第一尊佛日月灯佛，这一尊佛的名号代表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圆满智慧，般若智慧呀，是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圆融无碍，无所不照。这个名号是比喻，太阳照白天，月亮照晚上，日月照不到的灯照到了，所以用日月灯呢，就表无所不照，表这个意思啊。这个是自信般若的光明，这是我们所求的，可见的净土念佛是高度智慧啊，绝对不是愚痴的啊，是高度智慧的。第二尊呢，明文光佛，这是代表修慧是小有成就的时候，一定呢就有明文。我们世间人常讲实至名归也啊，你自己修持到达相当一个程度，一定有人赞叹你啊，一定啊有人敬仰你，你不要名啊，自然有人给你宣传啊。于是名来了，名后面借着利就来了，供养就来了，这个时候是一个关口。如果你要是贪执着，那就完了，不但不能进步了，恐怕从此之后就堕落下去了啊。自古以来在这个境界里头栽跟头堕下去的不晓得有多少人啊，这是任何一个修行人必经的一个关口啊。所以一定要求这个明文呢是暗引呢，不是好事情啊，一定要用智慧光明照见他啊，你要能够觉悟。换一句话说，真正觉悟了，他才会舍弃名闻利养，他绝不执着啊，舍弃名闻利养，他的道业才能不断往上进步啊。一沾上了，麻烦就来了。所以名闻光啊，下面要有光啊，名闻后头没有光就完了。第三尊是大眼尖佛，尖是肩膀，眼是火焰啊，代表什么呢？放光，光明啊。这两个肩膀啊，表示可以担负起如来家业。如来的事业是什么呢？弘法利生。如来家业就是弘法利生。从明文光要是过来了，明文里头有光，有智慧，不执着啊，继续不断的精进，才能够担负起弘法利生的责任啊。所以两肩代表全时
两种智慧。识智，般若经上讲的无知；全智呢是无所不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无知是体，无所不知是作用。具足这两种智慧，发心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自利利他了。这是大言兼佛表的意思。第四尊佛的叫须弥灯佛，凡是名号上有须弥，都是表自性，都是讲的性德。你看灯这个光不大比不上日月，但是自信的智慧呀，已经透出来了，虽然不大了，已经透出来了已经在放光了。这放光啊，就转识成智这个是自信的光明啊。怎么转法呢？实在是这一部《金刚经》呢，就是最简单、最扼要的教我们呢转世成智的方法。我们要是从总纲领上说，就是破我相。那个根源就是我相、我见，四相呢都是从这里生出来的。虽然经上讲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我相。我相破了，四相都没有了。那么其他的三相是我相的发展、延伸、变现出来的。根本是我相，金刚般若破我执破我相、破我见这是真实的智慧。这一破呢，就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凡夫之所以不能成佛，凡夫所以出不了三界，就是这个我字横在心头，念念都有个我，这个东西就麻烦大了。如果就在我之上要破我，难了，太难太难了。小乘就用这个方法所以小乘证得须陀洹之后，天上人间七番生死才把这个我控制住了，这才能出得了三界天上人间那是多长的时间人间寿命短了，天上寿命长你才晓得这个难。这个大乘法门的妙大乘般若里的方法非常妙。他用什么方法呢？大而化之，这个妙极了他叫你不要在我上去想，起心动念呢想众生所以佛一开头就说，我要灭度无量无边众生。这一句话呢，就是四弘誓愿里头众生无边誓愿度，他念念要度一切众生，念念要灭度一切众生。那个灭度的意思，就是要令一切众生成佛，是这个意思。你看这个心量多大
原来这个我很小，他这样自自然然把心量放大了，放到净虚空变法界，那个我执不断，自己断的，我相不要破，自己破掉了，我见不除，自己除掉了，这个方法妙极了。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而十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一句话很重要。灭度而十无灭度，连非法相也不执着。这个法相是有相啊，非法相是空相啊，空有两边都不着。回归自然，回归自信，那就叫圆成佛道。这个真的转世成之妙极了的方法，这个心宗比相宗高明啊！相宗在理上讲得很透彻，但是在方法手段上没有心宗高明。所以我们懂得这些道理，用这些道理来念这句阿弥陀佛，那功德真真不可思议。他这个方法能转六识，六识是分别，我们在一切境界上不分别了。这就是妙观察了。世间人见不到的，你见得清清楚楚。世间人为什么看不清楚呢？因为他有执着，他有妄想，他见不到。因为你没有妄想，没有执着，所以你见得比别人清楚，叫妙观察。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第七识执着，你没有执着，心是平等的。心平等，法就平等，万法平等。十法界一真庄严平等。转八识成大圆净智，转前五识成尘所作之。这个在一般教下里面来说，这是照见的。像心经上照见无蕴皆空啊，才能达到这个境界。我们用念佛的方法，所以念佛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只要能够如法的称念，这也就是我这几天跟大家说的，我们念佛虽然是念佛，不如法了，我们有口无心呢。我们念佛不相应，这个如法的念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了，他相应啊。相应我也讲得很清楚。相应什么呢？心跟佛的心一样，愿跟佛的愿一样，解行跟佛的解行一样。佛的心愿解行都在无量寿经上。所以我们一定要如教修行。我们这声声佛号都跟阿弥陀佛心愿解行相应，这才叫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就能达到这个境界。这是成就自己真舍智慧呀。所以念佛是学会，念佛法门里面具足高度的智慧。那用什么方法呢？末后一尊佛都是代表方法，无量精进佛，大乘菩萨的善根，唯一精进，只要精进不懈，你就能够开智慧了。我们一心念佛，念到功夫成片，
念到四义心不乱，念到理义心不乱，智慧开了。啊，要靠精进呐。有一些同学来问我，念佛念了两三年了，啊，烦恼妄想还是很多，扶不住，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你的功夫不够嘛。啊，要精进，努力去念。啊，再念一个时期，自自然然呢，这个念佛功夫得力了。烦恼妄想啊，自然就少了啊。所以把这个修慧摆在前面，说明念佛不是愚痴啊，不是迷惑啊，念佛是高度的智慧啊。我们自己要明了，才不会受别人这个一般呢知见批评呢动摇了我们的信心啊。要认识清楚，西方世尊为我们说了七尊佛啊，前面呢这个东方南佛南方都是五尊佛啊，这个地方呢忽然来了七尊佛。七代表圆满，那五代表什么呢？五也是代表圆满，但是五跟七的意思不一样。释迦牟尼佛一生说法了分五个时期：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五个时期。佛在教学上面常说呢，五乘佛法，代表这个意思。五时五乘呢，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所以这个所说的不仅是净宗决定不能违背，任何一宗任何一个法门违背这个原则都不能成就啊，表这个意思。其代表圆满，净宗里面常用其，我们这个经里面七重蓝纯、七重行书啊，七宝池是都有多用的其啊，其代表圆满啊。其实四方上下中间啊，是这个意思啊。它不是数目字，这是代表修福啊，福圆满呐。所以念佛的是福慧具足啊！哎，这个念佛的好处才真多啊！第一尊无量寿佛啊，论到福德了，寿命是第一德，那没有寿命，其他都落空了啊！就长寿是第一德了啊，就把它摆在第一了。代表佛寿，无量相佛，这个相貌的庄严，代表的是富贵啊。你看世间那个富贵人的相，跟一般贫贱人相啊不一样啊。无量寿经上世尊举了个比喻啊，这个世间的乞丐要跟帝王站在一块，两个比较一比较，他像不像呢啊，同不同类呢？富贵的相啊就不一样啊。无量相佛呢是代表的富贵，
无量床佛，床是高显的意思。现在我们生活环境改变了，跟从前完全不相同了。在过去农业社会，像现在这种高楼大厦了，恐怕那个时候人做梦也想不到啊，最高的塔宝塔了也只能盖13层，再高的就没有了。通常房屋大概高的有3层啊，3层以上的很少很少啊。那么一般宫殿呢多半也都是2层啊，所以寺院里面这个寺院的门口都有旗杆，岂敢高啊！啊，它不是挂国旗的，是悬挂幡床。啊，床圆形的，幡是扁的，啊，床是圆的，里面是空的，伸到这个旗杆上，这做什么用处呢？讯号。啊，因为从前这个佛门呢，不拉信徒啊，没有拉信徒的。佛法是四道，知闻来学，未闻往教。今天道场里面讲经说法啊，现在可以发通知啊，可以用电话了，以前没有啊。啊，以前就是旗杆上伸这个床，外面人一看到这个标志就晓得了，哎，今天这个寺院有法师讲经，喜欢听经啊，他就来了。床是这个意思啊，幡呢是做法会啊，所以法会呀挂幡，讲经呢挂床啊，所以这个讲经啊叫做法床高树啊，这个就是从这儿来的啊，所以它是代表一个信号，高显的意思。那么在此地就代表这个人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有很煊赫的荣耀。我们今天讲的知名度，知名度很高啊，地位高啊，知名度高。这个无量床佛表这个意思，大光佛是表他有大智慧，大明佛明是明察秋毫啊，这就是智慧的启用啊，对人对事对物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宝相佛呢是表尊胜啊，他为一切大众所尊重啊，一切大众当中他是最殊胜的。所以这些呢全都是属于福德，佛常在经论上说，没有福，福报不能度众生。所以度众生呢一定要有福报。你看成佛，我们在三皈依的誓词里面我们念到皈依佛二足尊啊，有些人呢错会了意思，认为二足是两只脚啊，那个意思就搞大错特错了啊！是外国的这个佛学字典翻译的，英文翻译的，翻译二足尊呢，就是两只脚里头最尊的。你说这不是闹大笑话吗？那这是佛法，这是外国翻译的，这是很有问题啊！啊，
这个二啊，就是智慧、福德这两种。足是满足，就是圆满的意思。啊，在智慧、福德这两种里面呢，佛是最尊的。也就是说，没有人的智慧能够超过佛，没有人的福报能超过佛。佛的智慧福报是最大的，是这么个意思。因此佛教导我们，我们平常啊，修慧重要，修福也重要。如果修慧不修福，修持很好，戒律精严，教理通达，没福报。没福报怎么上台讲经说法没有人听？这听众是福报啊，这没人听啊，啊，人家不喜欢你呀，啊，所以这个是很有关系。佛教给我们，菩萨成佛，在没有成佛之前，他要特别去修福报，要修一百劫，啊，修一百劫，修福，啊，然后度众生呢，就发愿殊胜的。这是特别强调修福的重要性啊！你看佛为度众生都要修福啊，世间人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你要想你的事业发达，你要修福啊！你不修福呢，你这个事业的时候要发达很难呐、啊。修福就是与一切众生呢结善缘啊，我能够跟大家结善缘，才能够得大家的尊重拥护，才能立于不败不衰之地呀。古时候人晓得，现代人呢不相信因果报应，那没有法子。可是我们现在看到许多这个大企业家啊，确实他也飞黄腾达一时，但是没有多久呢，听说他倒闭了，破产了，销声匿迹了。什么原因呢？福报享尽啊。这个就是说，他在福报现前的时候，他疏忽了，不知道修福啊，不晓得因果的道理，这非常非常可惜。在我们中国过去，一般富贵人家遇到这个有这个灾难的时机，像旱灾啊水灾啊，遇到这些事，这些富贵人家都自动出来啊布施来救济啊。最常见的呢，就是像施主啊这个供养这个饭菜，他做这个事情啊，跟广大的众生呢借这个缘来救济他们啊。所以这个福报就很大，免于饥寒这受灾的灾民啊，他能帮助他啊。那么在年节，他也布施，都是大这个在我们佛门里面讲的无遮大慧啊，就是没有条件的啊，帮助这些贫穷的人啊，能够度过年关。他们懂得修福啊，这些记载在中国笔记小说、英国这些书籍里面，我们都看到很多很多啊。那记载的还是少，没有记载的太多太多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明了，要知道修福啊，
修复非常重要。第七尊佛净光佛，这个幕后啊，都是教给我们修行方法的。我们要怎样修福呢？净清净，一定要三业清净。光是智慧，如果身心不清净，没有智慧，你就没有办法修福报，当然更没有办法修圆满的大福报，你做不到。所以修福啊，要心清净。般若经上讲的三能体空，也就是我们施这个修福啊，帮助别人，出于我们的真诚。如果我们想，哎，我修福将来会得福报，这个心不清净了。能不能得福报呢？能得，得的很少。啊，就跟生意买卖一样，哎，你做生意总有一点利息赚嘛，不多。啊，这是你有所为而为。啊，或者是呢，想得到好名声。哦，这个地方上赞叹你呀，啊，褒扬你，都是有目的的。或者是想着说，我来生呢得升天，得好果报。总而言之，你有这些念头呢，你就不清净了。啊，这个不是完全没有条件，只有一个动机，就是利益一切众生。啊，从不想自己一分一毫，这个心叫清净，这个是清净智慧的修福啊，才能够成就圆满的大福啊。净光啊，三业清净，智慧光明啊。那么诸位如果要是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台湾佛门弟子很多，修福的人很多，用这个意思一对照啊，马上就显示出来了。他不清净，没有智慧，因为他修福啊，都是有企图的，啊，在寺院里头布施供养啊，啊，都是有目的的，有企图的，啊，多半都是听说啊，佛门里面供养啊，一本万利呀，啊，所以学医得万报啊，哎，大家都拼命来供养了。如果说是你的布施没有报啊，我想啊，一个人都不来了。啊，可见得他们的心呢不清净，没有智慧。啊，那么这样布施修福，是不是能真得到福报呢？不一定。啊，大生意、大买卖，这一个寺庙常常捐这个几百万、几千万，照样倒闭，照样破产。什么原因呢？没福嘛。啊，没有福，没有智慧，就是不净啊，没有智慧。原因呢，在这个地方。第二方，世尊为我们设了五尊佛，表化他，啊，所以五都与五乘佛法、五十说法的有关系。啊，五尊佛表化他，为什么呢？有智慧了，啊，又有福报了，智慧福报啊都具足了，这个时候是真正担负起如来家业，利益众生。对，第一尊佛严坚佛啊，他要把佛的弘法利生这个担子、续佛慧命啊，这个使命要担负起来。
这个第二尊佛呢，最胜应佛，胜是殊胜，最殊胜的，在我们这个世间，就像文殊菩萨在楞严经上所说的，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我们这个世间人呢，耳根最利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方说法以音声为佛事，那么以音声演说这部经，劝导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这个音是最胜音啊，与这个相应啊，这是最胜音的。念佛是最胜音，念无量寿经是最胜音，念阿弥陀经是最胜音啊，为人解说净宗经典是最胜音，表这个意思。第三尊的难举佛，举是阻碍，这个意思是说弘法利生要勇猛精进，会不会有障碍呢？决定有，不要说在我们这个时代，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弘法利生，内有六群比丘，外有96种外道，哪有没有障碍的呢？但是要精进，要不畏惧啊，所有一切障难都要用智慧用方便呢去突破啊，表示这个意思。日生佛啊，第四尊日生佛，它代表的意思是教学相长啊，像这个太阳光明啊，从东方啊出来的一样啊，越来越明亮，表现正法久住，福利人天，也表示教化众生标准在哪里，是要令一切众生开智慧，这个就是佛法的教学啊，这叫弘法利生啊，利生的标准是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入生啊，标准定下来了，如果不能教一切众生开智慧，那我们的弘法路子走错了，我们跟这个标准呢完全相违背了，那就是错误的啊！一定令众生破迷开悟。幕后一尊网明佛，这个是说弘法利生的方法，网是比喻大梵天的罗网，说明弘法利生的方法应当以无量的法门，这个无量法门就像那个网的孔一样啊，很多很多啊，无量法门。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遇到什么人就给他讲什么法啊，所以说了很多很多的法啊，应机说法啊，以无量法门来救度众生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呢，当然都是大菩萨的事业了啊，我们现在智慧呀、福报啊都达不到啊，达不到的时候在一门深入啊，这自心化他啊，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下方世尊举了六尊佛，
这个六是代表大乘，换一句话说，前面是讲五乘佛法了，菩萨、圆觉、声闻、天人，五乘佛法。这个六波罗蜜呢，唯独菩萨法，不通凡小，唯独菩萨法。这些意思我们先要了解它里头的含义，我们就明了了。这个是代表教化大行的时候普度众生，就像什么，像这些我们佛门里面祖师大德他们教化众生呢，就是这种的气象不同于那些小法师这个是祖师大德的第一尊佛呢，狮子佛。佛常常在经上用狮子比喻佛说法，叫狮子吼。这个意思呢，是说明佛的弟子，真正有修有证的弟子们，他们说法跟佛没有两样，确确实实可以代表佛陀教化众生，称法王子如佛无二，称狮子，用狮子佛来代表。明文佛，这个时候明文设法，确确实实是人天眼目，像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或者是我们历史上的历代的祖师大德他们确实是明文设法，为一切众生所礼敬者，表示他这个弘法利生普及在世间。明光佛，光是智慧，这个代表大智慧，才能够随机说法、应机说法、发音愿闻，能令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表这个意思。第四尊大摩佛，大摩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法。它里面的含义是说，菩萨大德们弘法利生，一定有四乘法是四乘，他有老师的代代相传。所以他确确实实能够为众生的开悟为修行人的榜样模范。如果在法里面讲呢，就是四义法佛教给我们这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学法学佛了要牢牢地记住。第一个，依法不依人现在很多人学佛了是依人不依法了，糟糕了，这个坏了第二个是依义不依语，第三个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那么我们净宗了义当中的了义，大乘当中的大乘，这个都是几乎历史上许许多多祖师大德们所公认的第四是依智不依识，这非常重要。智就是理智，识是感情我们学佛的人不能依感情，感情用事迷要有理性要有理智，依理智不依感情
第五尊呢，法床佛，啊，床是高贤的意思，啊，在此地是代表，为众生呢做责法也。啊，他有能力代替众生选择法门。啊，他有这个能力。啊，见法床，立宗旨，大行教化，佛度众生。啊，他能够在这个世间建立弘扬佛法的事业。啊，幕后一尊持法佛，这是代表，啊，自行化他，一定啊要儒教修行，啊，就是一定要遵循佛在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所讲的方法，这样啊才行，啊，决定不可以违背佛的教诲，啊，所以持法，啊，法就是经典，啊，一定是依照经典来修行。上方这是最后，啊，举了十尊佛，代表大圆满，啊，是代表大圆满。特别呢，是我们这个法门一生成佛，啊，第一个是梵音佛，梵是清净的意思，如果我们能够破四相，立四戒，说法就清净了，啊，于世法与佛法都不染著，啊，清净说法。第二尊呢，秀王佛，秀是星宿，星宿里面之王，这是最大的。那我们肉眼能看到的最大的星呢，就是月亮，啊，那么这个是代表大乘菩萨法了，是所有一切法门里面至高无上，啊，这就代表大乘，啊，虚妄法代表大乘，大乘是无上道的结晶，接着跟我们讲向上佛，这向上佛呢代表的是禅宗。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第五章啊，传香忏悔里面教导我们修学的方法，是大乘的捷径啊！啊，在大乘法里面，那个方法快呀！啊，所以是进中进，进入里面，大乘是进入，禅是进入里面的进入。第四尊是相光佛，相光代表净土。啊，《大势至圆通章》里面相光庄严，啊，所以相光代表净土。啊，净土的方法比禅更稳当、更快速。啊，所以古人说净宗是净中净又净，这就从这来的，啊，这是把这个最重要的法门呢排列出来给我们看，啊，让我们自己在这里去选择。第五尊呢是大眼见佛，啊，这个是表示菩萨祖师大德门教化众生，一定要以最上法教人，啊，不能够把最殊胜的法门留起来，这第二等第三等的给人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
一定把最好的法门教导众生，啊，劝化众生，啊，一生成佛。所以净宗的祖师被人尊称为大师，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佛门里的称呼大师不是随便称的，大师是对佛的尊称，啊，这是我们呢一定要晓得。现在实在讲无法无天呐，啊，没有办法了。啊，对一个出家人的时候，你尊敬他都称他大师，这个过分了。过分实在讲呢，就是对他的侮辱啊！啊，你比平常一个人，你见了面给他点个头，总统先生，岂不是骂他？这哪里是尊敬他呢？这简直就是骂他嘛！所以诸位要晓得，大师是对佛尊称。你看我们对菩萨，观世音菩萨，我们最尊敬的。大事啊，没有成大事啊！啊，地藏王菩萨，我们要尊敬地藏大事，没有成大事的。啊，对一个人成大事，那换句话说，他已经超过观音菩萨了，超过文殊普贤了。文殊普贤都是他的学生呢，哪有这种话呢？啊，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不要说我们称人家法师不恭敬，最恭敬的名师相符啊，称他大师过了头啊，啊，过了头就不合理呀，啊，理是有节度的，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啊，所以超过了也是失礼呀，啊，也不合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啊。但是只有净土宗的祖师称大师，可是诸位要晓得，净土宗的祖师都是往生以后才成大师，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都称法师，印光法师没有人称他大师，他老人家往生之后，哦，人家尊称他净土宗十三代祖师才称他大师，啊，往生以后称他大师，而不是他在世的时候称大师，啊，这个要知道。净土宗祖师为什么可以成大师呢？因为这个法门呢，教人呢是一生成佛的法门。换一句话说，不能令一切众生一生成佛，这个老师都没有资格成大师。啊，顶多呢成大师菩萨，啊，不可以成的佛。唯有佛才有能力令一切众生呢一生圆满成佛。这个代表这个意思啊，这个佛的名号里头含义，啊，很深啊。啊，我们念这个六方佛，这随随便便念过去都不可以的，啊，这样的妙义，你看我们轻易疏忽掉，实实在在，可惜。第六尊呢，杂色宝花延伸佛，这一尊佛是代表一生圆满。实在讲呢，就是代表经典里面《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代表这个。啊，那么华严最后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证实念佛法门呢是华严的旨归，是华严的归宿。啊，这也是暗示我们，教导我们。所有一切法门里面如何来选择啊？娑罗树王佛，娑罗树是非常坚固的树，这是代表密宗啊，究竟坚固为大法之王啊，在此地我们可以看作迷尽不二。向上佛禅尽不二，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归到净土。宝华得佛了，代表圆满法身，见一切一佛是千百亿化身，如须弥山佛是表清净法身。你看
这末后三尊佛呢，就是一体三身。东方我们看的是叫我们向往追求到此地来的圆满证得了，你看从因到果，佛的名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摆在这个地方，教我们呢修净土啊，从初发心到成佛这一条光明的大道啊。这个是我们读这一段经文不可以不知道的，你要明白了清楚了，你就晓得念佛怎样念法，净土如何修法，我们这一生决定成就。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